关宽门，关看门，关看门，关看门。时间到了，七月半的流水席了，吃完了，喝完了，玩完了，可以回去了，要关看门。但是我们基隆又特别不一样，他关看门的时间会往后延一点，就是怕有些好兄弟呢，他玩太远了，旗杆搞尾护凳啊，关看门时间晚一点，让这些来不及的好兄弟呢，哎，还有时间可以赶快回去。普渡呢，讲明白的是什么呢？阳间人请阴间吃了盛大的流水席，但是吃到最后一道菜，喝到汤的时候，哎，为什么空心菜呢？哦，这个时候就是让好兄弟知道，哦，我有心请你，但是我无心留你。不要说啊，这边好吃好喝就一直留在这里，该回去的时候就回去，可以回到自己该去的地方。老一辈吼，阿公阿妈都跟我讲，哎，人迄跳钟馗莫去看。赶快去冲掉，赶快刷掉哈！钟馗爷大家都知道哈，主要是专门掌管这个我们的好兄弟嘛。好兄弟有的时候呢，玩到流连忘返，忘了哎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请这个钟馗爷出来，跳钟馗告诉你什么？嘿，差不多啊，时间到啊，好等你啊哦。去到基隆中原普渡会场，去跟五方凶神热煞，众贵将过。其实坦白讲了哈，基隆市的中原祭哈。那我们看到中原普渡，它不是大家传说中那个很可怕啦，哦，这个很危险啦，不是，它其实就是要展现三个字：人情味。不管你已经往生了，不在这个人世间了，没有关系，我们通通后人不会忘记你，哪怕你的家人忘记你，我们基隆市的乡亲都不会忘记你。在这个中原祭的这段时间呢，我们请你来大吃大喝，没有干嘛，就是告诉你，我们基隆人情味满满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分享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不喜欢的话，也欢迎留言批评指教哦。